2018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，中国城市经济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？根据汇总的全国各地的经济数据得出的2018年上半年城市 GDP 排行榜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排名1到20，排名21到40的家乡名列34，41到60，61到80，81到100统计的样本为已经发布经济半年报的城市600个，港澳台未纳入统计。经过分析发现，一前100名的 GDP 占全国比例达到 73%， 二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名次普遍下降，提前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城市则普遍上升。三中西部城市上升势头较为明显。四北上深广四市 GDP 已全部破万亿。五与去年相比，前20基本变化不大。六苏州超越南京，青岛超越济南，烟台超越济南，苏州、青岛、烟台在各自省份中均超过省会城市。七四大经济强省山东、江苏、广东、浙江分布的百强市分别是15个、13个、11个、8个。八尴尬。海南、宁夏、青海、西藏无一城市上榜。九京津冀地区拥有8个城市上榜。长三角拥有22个城市上榜。珠三角拥有11个城市上榜。深贵州遵义 GDP 增速最快，达到 11.2%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。